不知不觉，科比已经走了整整100天了。今天还是遗孀瓦妮莎38岁的生日。就在刚刚，瓦妮莎还更新了她的音，上面写到了她发现了一封信，这是科比给她留的一封信。科比在里面还放了一张照片，瓦妮莎的照片，上面画着呀，把天使把她拖了起来的这个一幅图片。她很感恩，她说今天醒来的时候看到三个甜蜜可爱的女儿，希望一直在一起。随后呢，瓦妮莎还转发了很多好友的祝福物。她说，可以说在这个生日啊，对她来说意义非凡。他们家庭变故后的第一个生日，38岁了。这个38岁之后呢，她将开启重新开启一段新的人生。此外，瓦妮莎还更新了一张1家4口的照片，她抱着小女儿，几个女儿都围坐在身边。这一幕呢，上天的科比和伊安娜一定可以看到，也可以安心了吧？家人们还是幸福的过着日子，一切都很平安。说科比说了这么多日子了，每每想起来啊，都感觉特别的难受。希望科比一家人都好吧。